大家都知道，我经常会收到好粉丝发来的植物大战僵尸改版，但有的同学发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乍一看我还以为是明天要背的课文。选择困难症的我根本就不知道玩哪个才好。而有的同学呢，发的又不对，他直接把自己电脑上的文件路径复制下来发给了我，在我一脸懵逼的同时呢，他还要反手问我一句：“华生在不在？”可以说是弄得我非常尴尬。那思来想去呢，我还是打算玩玩之前还没玩完的戏版重置。那这个改版的话，也是之前好粉丝发给我的。哥，你往哪跳？什么玩意儿？陆地上你也能游？啊？小推车也能跳？你他妈！哎呀，先把他。大家看我上路海藻加仙人掌，下路两个仙人掌，总体来说优势在我，僵尸根本过不。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把自己的头当炸弹扔下来，把我的植物全炸死了。大哥，你这样也把自己炸死了，咱没必要这样玩吧？哎，同学们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？仙人掌狗都不带，好吧？哎，好好的三叶草，咱们为什么不用呢？大家来看一下三叶草的特征啊：第一形态100点阳光，击退僵尸并造成伤害和减速，冷却时间7.5秒；第二形态就更强了，可以吹飞满屏的僵尸，冷却时间9个月。嗯，这他妈比我脱更的时间还久。那虽然这第二形态副作用比较大，但咱们第一形态呢，用来对付气球僵尸已经完全没问题了。地面输出咱们就交给大喷菇，池塘里的防御咱们交给海藻。来吧，气球僵尸来了，先来一个三叶草。哎，这是三叶草没吃饭是不是？给我用力吹行不行？来，操，没用的东西！哎，这根本吹不走啊！完了，这要怎么？这根本戒不掉啊！那个仙人掌，刚才是花生哥说话重了，你原谅哥吧，哥错了。哎，真香！哎呀。砸罐子。那这个小游戏呢，很多同学都没见我玩过，这并不是因为花生玩的菜啊，而是因为花生的技术太好。哎，玩这个没有挑战性啊，我直接随手全砸开，倭瓜砸上路的铁桶。啊，这好像不太对。没事，咱们再中两个砸的。砸！哎，不是，这倭瓜是假的吧？这瓜绝对有问题，同学们，我上当了。哎。那接着呢，我获得这个会跟踪的杨桃，一次能发射5枚子弹，100%命中率，伤害也不低，完全配得上它375阳光的售价。而它的第二形态呢，是吸星大法，可以在身边来回发射小星造成伤害。那像我这样中到这里肯定就是废了呀，基本上谁也打不到。僵尸方面呢，我们则是碰到了墓碑跳跳僵尸，上半个头变成了墓碑，而下半个头还保持了普通的下巴。那如果僵尸有迷惑行为大赏，那他这肯定也算一个了。哦，不得不说这跳的还是挺快的，突然又慢下来了，你仿佛有什么大病。哎，被打死了！啊，什么玩意儿？把周围的3×3的格子全变成墓碑了！不是大哥，你自己挂了，为什么要给别人盖坟头啊？啊，这池塘里也能给我长墓碑的是吧？这绝对玩不起了，属于是。这墓碑非常的珍贵啊，你自己说。别给我盖了 ，OK？ 哎，不是，你他妈！
那在后续的关卡里呢，我也是被气球僵尸炸了个稀巴烂，也在 S-电闪灵鸣中莫名失血，历经千辛万苦啊，可算是获得了卷心菜投手，来到了屋顶关。我觉得吧，咱们僵尸如果缺人才，可以多注重下小僵尸的教育和培养，就别他妈从我这挖人了，行吗？魅惑谷你也挖，你还有点人气吧？啊，但有一说一啊，我估计呢，他也就是换个头罢了。这种布尼僵尸搞不出来什么特性的啊，偷我的五香蛋是吧？啊，给你偷，你偷就是了。啊，这就给我还回来了，变成他们的人了，这是当着我的面倒戈啊！你这他妈过分了吧？手里怎么还抱着一个？我他妈！下路怎么那么多，大哥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僵尸都被压扁了，他还能走进去的？什么玩意儿？他被压扁了，他还能走进去？好，那这里是花生，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植物大战僵尸 MIX 的版的特殊模式啊。那么在这期视频开始之前呢，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本期视频的吃鸡次数。
什么呀？不是，他来了一堆路障和一堆撑杆，重点是下路啊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们这边可以来一个啊，对全体僵尸造成伤害。哦，阳光不够，操！我们来一个全体僵尸击退，操，也不够，也不够。那我放弃挣扎了，直接加速啊，直接打最后一波算了。啊？这随便打的呀，这还能打不过的了，对吧？咱们直接打最后一波，然后小推车可以卖掉。咱们就直接赢了啊，直接赢了，直接加速最后一波，有撑杆，但是根本过不来，根本过不来的。这里可以用樱桃炸弹，哇，怎么那么多？大哥，哇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哎，下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下路怎么那么多？大哥，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僵尸都被压扁了，他还能走进去的？什么玩意儿？他打对的同学扣一，没打对的同学扣花生洗内。那么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给花生一个点赞或者关注。本期视频点赞过10000，那花生日更下一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